气霍桑，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双点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老瑞，瑞气霍桑。不要换台，您就能听到很多美妙音乐，还能听我唠唠嗑。昨天是我来到双点广播电台的25周年纪念日，不过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些高科技设备，得手动摇机器来放唱片，还要扯着嗓子喊，啊，真是尽费心力啊。
那神秘的健康分会，也就是球体康复营，刚刚发起了一项名叫“傻子才去看真医生”的宣传活动。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这个漂亮的小册子上写的。上面还说，球体的治愈能量已经足够维持健康了。请医生到全科诊疗室来。
瑞奇霍桑。很明显刚才那首歌不是我要放的，不过我们的系统似乎中了一种很难搞的病毒。等等，不对，制作人刚跟我说是系统被黑了。今天大概是点儿背的日子，下一首歌会放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希望是首好听的歌吧。世界著名冻糕马戏团的审查结束了，想体验魔力、奇迹和恐怖吗？我们有玻璃谷杂技演员和爆脸小丑，冻糕马戏团一家大小都喜欢。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下面为您播送新闻资讯。昨晚烟熏镇外的合唱桥遭到了陨石冲击，有崩塌的危险，以防万一，有关部门敦促各位司机在桥上尽量开快一点。双点广播电台为您随时跟进报道。感谢您选择我们来处理您的伤口、疾病或者死亡。一位名叫海伦·托布索尔的听众分享了这句振奋人心的至理名言，无论何时，这句话都能给他带来笑容。人生就像胡萝卜，而您应该争做一只兔子。至少这么过日子对视力很有好处吧。
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是老狼哈里森沃尔夫。如果你是不小心调到这个台，建议你继续听下去，省得换台了。本院员工设施，所有患者及部分员工不得使用。听我一言，请你看看自己的收音机，仔仔细细地看，然后把它拿起来，感受掌心中的重量。打开一扇窗户，现在请你把收音机扔出窗外，能扔多远就扔多远，因为音乐就该是自由的。接下来请你到最近的修理店修修收音机，不过估计你也听不着这句话了。心脏病科室需要护士。
上巧克力海绵蛋糕球，出门再也不用找厕所，采用最新高科技材料，吸水性强于所有其他可食用物质。都市人的时间最宝贵，不如花钱只流水。巧克力海绵蛋糕球，啊，统统都吸走。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放送的是精选模拟人生背景音乐第三集，是背景噪音乐队当年的经典热门曲目。我听说他们的贝斯手因为家具摆放不妥被卡在了墙角，乐队只好因此解散。
然在寻找完美的爱好，这次我学了学魔术，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所以放弃了。现在有20来只小白兔寻找新主人，有意者请联系我。今天某医院有幸接待了霍里史蒂克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奥古斯都拉文德，他们该不会要搞个芳香疗法急诊病房出来吧。
今天早上球体基金会试图把我挖走，这已经是本周第五次了。我一直跟他们讲，我有信仰，已经入教，电台 DJ 教。我为放音乐而生，宝贝儿们。下面再来一曲。经历了四年无人指挥的乱世，双点线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所以在下任市长选举中继续投给塔贝莎·丰斯克吧。塔贝莎·丰斯克不求最好，但求最稳，为双点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在这里向双点线的各位患者致以衷心的问候。我也知道医院是很可怕的，要被医生戳来戳去，还要担心死神的到来。下面这首歌献给你们。培训课程已经完成。起霍桑，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放下你们的草叉，坐稳了，因为瑞奇霍桑回来了。今天在双点广播电台，我将带你们体验我生命中的一天。首先是我迎接每个早晨的仪式，来一点我不知道歌名的音乐。
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拖鞋，他们可能会在的地方有17、18个，所以要花不少时间。找到之后会吃一些燕麦和自制干酪，然后为新的一天熨烫衣服。衣服吃饱喝足，准备开工。我会重听自己前一天的节目做意象训练，我还会在纸上脑力激荡，然后把笔记放进碎纸机，再把纸屑归档。拥有一套自己的创作流程是很重要的。请医生到精神病学诊室来。
我们都各有不同，不是吗？早起族，夜猫子，正午强盗，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美妙风味，但零食片却不同。零食片只有一种，那就是干酪片。总有些事情我们能够达成一致。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然后就是到花园减压的时间，耳朵嗡嗡作响时，能和有根的蔬菜独处一段时间实在难能可贵，每个人都应该花点时间彻底放空。节就要到了。
就是现在的这个时段，我走进电台开播节目，和亲爱的大家对话。接下来，沃尔夫先生如果在的话，我大概会和他一起去找点吃的。不过这种事其实很少发生。那家伙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实在在地感受双点线的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下班后我会出门走走看看，去吸收文化，去看没看过的有声电影，或者就只是去公园听路人的对话。每一种事物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听一听。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竞争对手的高管马上到达医院。双点头条和双点头条在线版上阅读查拉特内菲士皮所提供的精彩故事和像你那样的普通人的视角，为双点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上床睡觉前，我会收拾一下家里，藏好拖鞋，热一杯橘子汁，边喝边看旧说明书，可能是烤炉、吸尘器或热水器，我不挑。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我的梦会跟电台有关。晚安。是时候抛开你们琐碎渺小无意义的生活烦恼了，聆听智慧之源，那就是我奈吉尔·比科沃斯爵士。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失败，患者已死。正在考虑加入霍里史迪克斯自然公社或购买其中一种可笑的产品，我可以通过提供替代方案为您节省大笔费用，同时避免社交尴尬。您只需在后庭擦一些罗勒叶，然后对着月亮嚎叫，效果如出一辙。回到我一度很受欢迎的礼仪指南栏目，我将谈谈婚礼礼仪。第一步，永远是拒绝邀请。如果这不可能，或许您是伴郎，或者愿主保佑您是新郎，那么请注意仪式和宴会的每一个细节，
以便您以后大声面目可憎地批评婚礼。都有几百名双点人被不曾注意到的角落吸走生命力量，到球体健康中心中来，让你自己得到缓解吧，沉浸在圆球的力量里吧。球体是完美的形状，完美的解答。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我们会继续努力，再开一门正确使用英语语法的课程，来改善听众们的思维。如果您还把粗犷写成粗犷，我就用一把雨伞追着打您的头，这够不够粗犷？我将点评新型无人驾驶豪华轿车中心鲁德，极致奢华，没有烦人的闲聊，同时拥有一款不方便所有其他机动车的自动驾驶程序。除非您非要跳崖不可，我强烈推荐该中心。
今天说话听起来特别油腻，也许是因为我的新款进口喀什米尔羊绒座椅加热器。我的臀部前所未有的舒适，我怜悯所有贫穷的听众，你们的胯永远无法体会这种豪华的舒适感。汉堡的第一家德莱素在多士湾开业了，再也不用离开舒适的爱车就能买到超级脆脆堡了。
请记住，一次购买十个以上蟑螂汉堡即可获赠蟑螂奶昔一份。24小时全天候陪伴，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是双点广播电台，你所收听的是双点广播电台，现在是由哈里森·沃尔夫主持的老狼秀。不用太紧张，我只负责时不时切首歌。
魂出没。看起来霍里史蒂克斯公司又推出了一款新产品，芦笋味香薰蜡烛，号称能保证提高午睡质量。该公司的老客户们俗称人傻钱多团，已经排起长龙了。心中都有着这样的困惑，人生不过如此吗？不是上学就是工作，缴缴睡，看看电视，每晚上床睡觉。不，人生远非如此，我们还有音乐，有了音乐，生命中的琐事都有了色彩。如果你不相信，就和我一起听听下面这首歌吧。
台的记者到访医院。培训课程已经完成。为你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刚刚接了一个听众来电，但电话那头语气太可疑，我就给挂了。这就意味着本周大奖得主仍未出现。你干嘛不拿起电话碰碰运气呢？也许你就是以年份医用棉绒的幸运得主。你喜欢包装豪华、价格高昂的订阅产品，那么你的食物链上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香肠盒，市面上唯一的同类双周订阅产品，满满一盒的香肠，你的邻居一定会忍不住说：“哇，好棒的香肠盒！”为双点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
们打过低端医疗科技的健康热线吗？电话那头是个高端人工智能，它能找出所有你的不健康生活习惯。不过奇怪的是，它听起来跟我妈没两样。科技要闻又是一项重大医学突破，本地某医院即将安装一台超级磁力强效共振扫描机，这应该代表着诊断技术的飞跃进步。另外，这台机器真的超级大，果然大的就是好。Thank you.
有没有人认真看过香脆棒的配料表？上面除了84%食盐、16%其他之外，什么也没写。我再考虑寄点小样给实验室，看看其他到底都是些什么。而接下来的节目呢，无需化验就知道，当然是更多精彩曲目。DJ 的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电台，甚至还去过某些讳莫高深的海底城市电台。但要论气味，还是咱们这个电台最古怪。
来。我了解您，您一直想要一个属于您自己的地方，一个既像城市般酷炫又似乡村般宁静的场所。欢迎来到隐蔽瀑布，即将在双点线开盘销售。隐蔽瀑布，诚不欺您，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Thank you.
老瑞瑞秋霍桑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差不多该舒展您紧缩的眉头了，没错，我就是老瑞瑞奇霍桑，帮您排忧解难。首先听一首轻快曲子给您提提神。大伙儿记好了，今晚霍格斯波特的油滑鸬鹚会举办冷知识大赛，我和我的小伙伴会一起参加，答对答错无所谓，开心就得。监督员即将到达医院。
下面是新闻时间。本地教学医院将医学图书馆中的书籍全数拍卖，导致讲师集体罢工。但愿未来给我们看病的医生早已把该学的都学会了吧。瑞秋霍桑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以下是今天的闲话多说栏目。今天艾格休克女士腿上仍然打着石膏，尽管我们都知道她是装的。你把街十九号不走的那一家子换了新窗帘。另外，今年夏天，各位听众的家中很有可能有新品种的毒蜘蛛出没，敬请期待下次的闲话时间。
大脚基金会大使、作家巴塞洛缪 F 野人先生即将来到双点线演讲。这次演讲是大脚大鞋巡回演讲的一部分，探讨该杰作20年来的深远影响。演讲将于本地文青场所举行，批评家对其评论包括刻不容缓、混乱不堪、颜色漂亮。速速订票，机会转瞬即逝。双点线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自从《每日冷笑》杂志揭露了巨无霸集团员工极低的工资水平，该公司已就此发起自查自纠。巨无霸集团称，其正在努力早日实现零工资，这也算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们懂的，某些 DJ 不管你们信不信，其中还就有这个电台的，他们脾气可真是有点臭，这可是直话直说，我就不点名了。那圈反正我在录音室贴满了喵星人的萌照，但愿从今往后我们电台只传递幸福的电波。约翰·辛杰斯似乎对每日鸡汤这个词的理解有点偏，他的投稿是真金不怕火炼，是金子总会发光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确实都是金句，既然这样我就采纳了吧。有一位 VIP 到访医院，
克拉魔力超市本周特大优惠酬宾，走过路过别错过。金枪鱼罐头买115送一，办理本店会员卡再加送克拉魔力独家一次性开罐器一个，还等什么？快来乌克沃斯的克拉魔力超市抢购吧！为双点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我的朋友们，同胞们，欢迎您从荒芜的文明沙漠来到双点广播电台的文化圣土。我是您的主持人奈吉尔·比克沃斯爵士，希望能够为您带来愉悦的一天。年终总结就要到了，
了奈吉尔爵士点评时间了。泡芙摩天塔的书店开卷有瘾，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但由于最近他们换了老板，我决定去品鉴一下他们新上架的书籍。当代三流小说家的作品太多了，难入我的法眼，不过他们在无厘头诗歌方面仍是首屈一指的。
麦杰尔·比科沃斯为您播报。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依我看来，低端医疗科技公司已经越线了。该公司对软脚病的最新治疗方案，竟然是将运动员的脚移植到患者身上。哼，天知道他们在治运动员脚时会采取什么样的疗法。培训课程结束，现在下课。我将解决您们当中许多人无法逾越的语法障碍，主格和宾格的区别。啊，这真是十分简单，他们一个是主，一个是宾。
经历了四年无人指挥的乱世，双点县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所以在下任市长选举中继续投给塔贝莎·丰斯克吧。塔贝莎·丰斯克，不求最好，但求最稳，为双点县服务。这里是双点广播电台。年终总结就要到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双点县有一项堪称现代工程奇迹的伟业，那就是尖点山大桥。如果您的兴趣是站在桥上看风景，就一定要去体验一番。